我们讲一讲安慰剂的历史。你可以通过这些历史了解药学的发展，还可以认识到人们最先是靠什么方法把那些飘忽不定的感觉从理性中剥离出来的，后来又是怎么找到那些飘忽不定的感觉背后的生理基础的。安慰剂效应第一次被医学界重视起来是二战的最后一年，战争进行到后期，不论是武器弹药还是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美军前线的伤员不断增加，而野战医院里做手术止疼的吗啡已经用光了。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在没有麻醉跟止痛的情况下硬做手术，持续的疼痛会导致伤员休克甚至死亡，但有些手术呢又不能再拖了，否则伤员会直接死亡。在得知下一批吗啡要过几天才能到达之后，亨利医生就决定冒险手术，让护士给伤员注射了一针生理盐水，并故意说这是吗啡。结果这名伤员就真的在注射了生理盐水止痛剂之后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后来这位医生又在缺少吗啡的情况下给很多伤员都做了手术，都是靠把注射的生理盐水说成是吗啡做到的。这种现象是他从医以来从没有遇见过的。战后他回到了母校哈佛医学院，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1955年他发表了论文《强大的安慰剂》，从此安慰剂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进入了医学领域。安慰剂 placebo 这个词来自基督教中人们对上帝的取悦，在亨利医生当作论文发表之前也有医生在用。那个时候医生会给一些肯定没有救的病人开处方，处方药物一样是当时针对这类病的药，只不过剂量要小得多，比如说只有正常剂量的1/20。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取悦病人，让他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我们知道在科学的方法论下，研究安慰剂必须要做双盲实验，被试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安慰剂还是真药，研究者也不知道，而是让第三方监控整个过程，最后统计两组人的结果。所以只要科学出现了，对安慰剂的研究就有可能出现。第一次和医学相关的双盲实验是1784年做的，那个时候欧洲的科学进程刚刚走到了电磁学的入门阶段，人们对摩擦起电现象有了深入的研究，知道了两种不同电荷的存在和两种磁极的存在，也测量到了静电力的大小跟电荷的电量成正比，与电荷的间距平方成反比这些规律。当时有个德国医生梅斯莫，他认为人体健康的关键在于磁的平衡。人体内有很多微通道，流动着磁性液体，生病的人磁性液体流动异常，要治病的话就需要人为的调整液体的流动，而他呢就是那个知道怎么调整的人。方法就是由他发功，把一些物体磁化，然后让人触摸或者服下，调整过后疾病就会痊愈。其实这类理论啊，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接触到，而且还能买到相关的产品呢，只不过他们和梅斯莫当年的营销手段比起来都弱爆了。梅斯莫的治疗带有着相当浓重的仪式感，每次治疗都比宗教仪式还要隆重。他会把患者集中起来，在一间冥想室拉好窗帘，点上蜡烛，他穿上浑身都是瓷片的制服，在屋子中央摆上一个大水缸，水缸中央插着一个巨大的磁棒，十几位患者围成一圈，都服下一种铁剂，在手握着手，排在第一个的那个患者手握住水缸中的磁棒，然后他就开始发功了。据他说，当磁场生成之后，磁流会顺着磁棒导入到第一个人的体内，又因为大家都喝了铁剂而且手握着手，于是磁流会流过每个患者。当大家都导通之后，梅斯莫就会下各种指令，让这十几位患者摇头耸肩呐喊哭嚎祈祷。一场仪式下了3个小时，大家都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之后筋疲力尽。随后呢，梅斯莫把窗帘一拉，豁然开朗，再把蜂蜜水端上来，大家坐在椅子上感觉整个人都好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时候是用传铁球的方式来调整大家的磁流。总之他这些仪式在巴黎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贵族阶层中，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跟莫扎特都曾经是他的座上宾。其实了解心理学的同学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催眠仪式。最后啊，发展到路易十六的王后都跑去参加了，等路易十六知道之后觉得此事不妥，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里除了有巴黎医学院的成员之外，还有两个人至今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个是后来被砍了头的化学家拉瓦锡，另一个是第一任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请富兰克林呢，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可以为调查提供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判，
而且他怎么也算是在暴风雨中放过风筝的研究过电学的前殖民地科学家，所以呢也参与了其中。他们先让梅斯莫找出一个对磁化疗法最敏感的病人出来，然后请梅斯莫去美国大使馆弗兰克林的住处。去这儿啊，就是因为这儿肯定不会被已经和法国高层混得很熟的梅斯莫动手脚。来到弗兰克林的住处之后，请梅斯莫用最大的力量磁化后花园中的一棵树，然后呢让这位最敏感的病人进来。按照梅斯莫的理论，施加如此强的磁场之后，这个病人靠近这棵树就会开始出汗、狂躁，甚至昏厥。结果呢，这位病人进到花园之后，在第一棵树下就开始冒汗，然后真的昏厥了过去。但是啊，并不是在被施加的那棵树前昏倒的。今天我们知道这都是催眠之后的效果，但梅斯莫的理由是他施加的磁场太过强烈了，周围的树也受到了影响，于是导致那位患者直接昏迷。好吧，这个理由也算编得合理。于是呢，调查组继续了下一个实验，让梅斯莫磁化一杯水，然后端给那位最敏感的病人。只是端的过程中呢，偷偷掉了包，用另外一杯外观一模一样的水，但是没有被磁化的，替了这杯。结果这位病人喝了掉包之后的水，立刻昏厥。等他虚弱的苏醒了之后，又给了他一杯普通的水，告诉他说这是梅斯莫磁化过的。结果他喝完了之后精神万丈。类似的掉包实验重复了几次之后，调查组给路易十六呈上报告，认为梅斯莫的磁疗理论没有科学依据。即便病人自述病情有改善了，那也只是出于他们的想象而并非真实。于是路易十六就下达了驱逐令，梅斯莫之后只能跑到瑞士继续行骗，再也不能回法国了。这也是科学史上第一次盲测，证明了梅斯莫这套方法所谓的疗效压根就没有。如果病人说有，那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可是二战之后，亨利医生回到哈佛大学研究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伤员们是真的因为护士骗他们那些针是吗啡，于是就挺过了手术。而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注射麻醉剂跟止疼剂，病人绝对会休克过去的。亨利医生是在认为安慰剂确实有疗效的基础上，研究疗效的大小跟起效原理的。他的研究对象是一些手术后遗症患者。手术后遗症呢很普遍，就是术后疼痛，有的时候这种疼痛会持续好几个月。研究中他通过两种方式给病人服用止痛剂，注射和口服。只不过有的小组是真的注射止痛剂，有的小组是注射生理盐水。口服也是这样的，有的小组吃的是真的止疼片，有的小组吃的是裹着淀粉的乳糖的安慰剂片。经过在1082名病人身上进行8年左右的分组实验，亨利医生最后认为安慰剂效应在慢性疼痛、恶心、咳嗽、焦虑、感冒上的疗效是普遍存在的，并不是病人主观想象出来的，平均有效率是 35.2%。 并且这期间的实验还发现，即便使用了吗啡止痛，不同人群对止痛效果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区别就在于病人对安慰剂效应有没有强烈的响应。如果有强烈响应的话，那给他们注射吗啡之后止痛效果还会超过那些对安慰剂效应没有响应的人。而对安慰剂效应有强烈响应的人呢，如果放在200多年前，就是在梅斯莫医生那里情绪反应最激烈晕倒过去的那些人。亨利医生依照这个结论提出，不只是麻醉剂，衡量一切药物的有效性的时候都必须设置一个安慰剂组。真正的药物疗效要用服用真药的那批人的疗效再减去安慰剂才可以。可安慰剂的疗效又怎么检测呢？就是再设置一组连安慰剂也不服用的人，看看他们自行恢复的效果如何。也就是说啊，一款真实有效药物的疗效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体自行恢复的效果，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安慰剂效应的效果，第三个方面才是来自药物成分的效果呢。这一系列实验使用的随机分组的方法和对统计结果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都成为了后世研究药物疗效中安慰剂效应的范本。论文发表了7年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依据亨利医生这份关于安慰剂的研究，立法通过了药物有效性修正案。而且修正案提出之后， FDA 还把此前所有批准过的药物都按照新的方法重新审批了一遍，涉及到3000多种药物，历时22年才全部完成。最终结果，大约有1/3的老药没能通过新的标准。今天
几乎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以这个标准衡量药物和治疗方案。想一想啊，其实这一部巨大的进展仅仅诞生于1955年，距离今天不是很遥远。它是药物有效性最大的保证。今天我们说了安慰剂效应的发现，科学界证实它确实存在。但它为什么存在呢？比如说慢性疼痛、恶心、咳嗽、焦虑、感冒，这其实涉及了相当多领域的疾病，但安慰剂全都能缓解，那就说明这些病症背后都有同一作用机理在起作用啊。明天我们就来说说安慰剂效应的物质基础。